台湾虽然身处风险之中，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风险的制造者，我们是负责任的风险管控者。台湾会跟全球的民主国家和社群站在一起，共同合作化解风险。台湾已经是当前世界的关键字，台海的议题早已从两岸区域的层次成为攸关全球安全及国际繁荣的焦点。 全世界都是利害关系者。现在全球的共识很清楚，就是台海议题必须和平解决，战争不是选项，任何一方都不能以非和平的方式片面改变现状。 从我执政以来，政府的立场很坚定，我们信守承诺，维持现状，致力台海的和平稳定。而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台湾人民冷静、不躁进、理性、不挑衅。台湾人民展现出对 民主自由前所未有的坚持，不仅让世界看到了台湾的韧性，也让国际支持民主台湾的力量变得史前无力的团结强大。